我们对手诗可以吗？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其实那个奶茶哥网上超级火，那个播放量得达到那个有3.8亿的播放量，3.8亿播放量，点赞就好几百万，900多万，全国各地的朋友就是相约来挑战。就像子玉这样的小朋友，有很多很多小朋友因为看到我的视频，让爸爸妈妈带着他们来找我对诗。好，玉江青旗竹，大雪满弓刀，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响。下一句，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今天我们首稿团还请来两位小朋友，咱们跟姐姐对对诗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震耳东西南北风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玉言小姐姐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杨凡老师，陌上人如玉，疑是地上霜，汗滴禾下土。再想想，公子世无双，像我这样的翩翩公子举世无双，找不着第二款。